两点半，寒假限定啊，机会难得。秉龙，我们这一次破天荒，我们做了一个人气英雄排行榜的演出，让我感动。看到小朋友的开心的样子，就会觉得好像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相信大家在看我们的表演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加油加油加油！恐龙马戏团得第一！不会，哥哥不会怕，妹妹会怕，可以用打的啦。那要吃这个。好。哇，妹妹比较大，要叫她吃，怎么可以叫动物吃纸？她是吃肉的，对，吃那个肚子会痛。欢迎你们来看演出，对，今天还有两点半，马戏团，寒假限定啊，机会难得，那顺手带你参观一下咯。对，好像这一次跟去年大家都说不一样。啊，对啊，对啊，这一次整个跟去年比起来，它又提升了啦。这次加了特技跟马戏，然后这次更着重在老少咸宜，全家三代同堂一起看，然后就可以开开心心的。所以大人小孩看完演出出来都笑得很开心。对，而且他们有跟我讲，最大的差别是以前太僵狗了，对不对？哦，以前是僵狗，对对对。恐龙一下子出现，小孩子会怕。对，很多人哭啦，但是这次安排是恐龙就像明星一样，然后他们都是很有亲和力的。这次都没有惊吓，对不对？没有惊吓，只有欢乐，只有欢乐。迎金龙过好年，必须要带给大家欢乐。对。对，这边是大会服务台。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对，对，恐龙马戏团。你看，我们工作人员都是非常热情，不是美女就是帅哥。走进大门，我们会先看到我们创意市集，迎金龙过好年，对不对？恐龙马戏团。马戏团。对，我们还有安排人体彩绘，可以画小恐龙在身上。好，再来就是我们的美食摊。今年呢，除了爆米花、鸡蛋糕，我们还推出了恐龙茶叶蛋鸡蛋糕，这个现烤现做，很好吃哦。吃完东西还有玩乐的地方，九宫格投纸，然后还有化石烤骨蛋，亲子一起玩，就看完演出出来，坐在这边，爸爸妈妈一起敲，敲出小恐龙带回家。那这个又是恐龙什么？这个就是什么都是恐龙，干脆就是开放一些比较有创意的东西，什么都可以卖，但是我们的名字叫恐龙小物。哎，超厉害，过关了！管我里面，你管我做什么？好，今年就到这边以后，就会发现有很多大的品牌进驻了我们的摊位。大的品牌，大的品牌，龙龙奶黄包，对，和生玉品，对，我帮你介绍一下，龙龙包有没有？这一盒现在十个嘛，你吃完了年夜饭的菜。再上一个这个龙龙奶的黄包，大家会觉得哇，你太用心了吧？哇，你可以去购物台了耶！可以哈，买十送一啊！今天就 man 背法 man。这边是我们的小周边啊，对啊，这就是我们自己剧目的小周边啊。但我通常就是小朋友在里面看演出啊，他会有的很开心，有的会哭会紧张。那我出来就是送他们一个小纪念品。我们的恐龙 T 恤，对，跟 Banana Monkey 联名的骑龙风猴，让你过年加官进爵。对，我觉得过年穿这个还要做红色，红色应该大卖哦。再来就今夏最流行的、最时尚的福气丸了。我家也贴了，跟一般春联差别是你弄这个人家会问你这是什么，然后你的询问度就很高。所以我有跟他讲说，他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做企业。这个会不会欧美也很销啊？我觉得外国人说不定会很吃哦。先把台湾做好。对啊，先把台湾做好。哇，这也是非常生意非常好的幸福棉花糖。去年老板来就卷到手软了啦，今年就出恐龙造型了，有龙龙跟小恐龙，然后兔子，哎，美乐蒂也超好，超可爱的。哇哇，老板好，老板好，好可爱啊！又是崭新的一天。三爸与苏三，苏三爸与苏三吗？也是为了我来共享盛举。对对，非常感动，对，完全是一家人的感觉。对，一定要的。
我推这个，又是崭新的一天。对，不觉得这个 slogan 是非常有朝气，然后很有希望的感觉，每天就心情好。要在一起，我就觉得它变了。就变什么？又是崭新的一家人。哦，又是崭新的一家人。还有雪 Q 饼，叫三种口味，对不对？我有吃，很好吃。秉龙，我们这一次破天荒，我们做了一个人气英雄排行榜，觉得怎么样，团长？一开始啊，我有一点觉得，哦，又要弄一个什么，我又要花钱，他们又不见得想要配合，你知道，很挣扎。那我一直在说服给他听，对，我说这会是一个良性的竞争，没错。结果后来我们做完以后，哎，其实现在我就看到了一种叫做调节力的魔法，我们把演员都变成艺人了，所以大家有自己露在这个墙上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当成明星了，我们的演出就越来越好看，越来越热情。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他们在演里面的所有的星星的那些动物穿着穿偶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他们是谁，这一点是很心酸的。因为我以前也穿过，对，那就变无名英雄。对对，那今天我们把他们都拉出来，他们可以知道，哇，原来刚刚是那个特技的哥哥，怎么突然就变成大暴龙超偶？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是分饰多角，然后很用心呐、啊，就是会很感动。我自己常常在看，我都很感动。韩秉龙，恐龙马戏团团长，异想剧团创办人，艺术总监，曾是乔杰利功夫武术作为其主要特色的团体太极的团长。你为什么敢创业？我不觉得台湾没有办法做出一档秀是让世界来看的，世界各地都有百老汇的秀嘛，因为我就是因为做定目剧创了异想台湾。那时候对啊，不是剧团，是一档秀。哦，那时候只是一个临时的组合，对，他竟然可以得到全中国第一，对，中国比赛的造梦者就真人达人秀的第一名。于2012年创办异想台湾剧团，从街头表演走进定目剧场，异想台湾血泪12年，有几次放弃的念头，尤其压力大到中风，但为了台湾传统文化的荣耀，死命支撑。也只能坚守岗位。2015年，在北京的造梦者总决赛演出，第一次感受到台湾之光，勇夺冠军。而至今表演超过4000场演出。就在商量，只要不进行 HQ， 你行。虽然12年来获奖无数，但还是默默无名的幕后英雄。2024年，异想台湾迈入新的旅程，分合12年，过程中也谢谢孙总雪中送炭。恐龙马戏团是异想台湾12年的代表作，感谢台前演出人员、幕后所有工作人员群策群力。第一次感受道家的温暖，我骄傲地告诉大家，成功离我们越来越近，异想台湾将更努力迈向国际。大家好，我们是搏斗兄弟，搏斗兄弟。喂，那其实，在编制的整个过程中，我们的时间是非常赶的。这次我们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看可不可以让恐龙变得可爱。当然，辛苦的就是我们的演员了，因为我们对他们的要求会更多，因为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感动自己，你怎么去感动到观众呢？没错，我们这里有记忆点，第一个就恐龙只有生动性，它有自己的个性以及它的态度，所以小朋友会介绍啊，那只最调皮的是阿波啊，最听话的是馒头。最后，我们也把我们的表演回归到人身上，就是当然也是希望大家也可以爱护动物，因为毕竟呢，动物也是我们的一个家人，地球上的一份子。对。哦，可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这次蛮大的突破性是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以观众互动为主，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觉得恐龙马戏团啊，还没来看过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可以来去参与看看，让你们知道前所未有，全台哇有第一次看到秀，还有跟你一起表演，让你深入其境，还可以一边看一边玩一边吃一边拿，而且还有机会摸到恐龙哦。那前往一定要来我们的恐龙马戏团，来给他们一些支持跟鼓励啊。对，但是你们要是有来的话，看到这个你们不要一直往那边走，我们这个都排第一个，大家都没有看到咧，麻烦
支持一下我们，这样未来我们的编导会更加有能量，更加有感觉。那好了，下一幕。Hello， 大家好，我是恐龙马戏团的大宝梅中原，很开心今天能参加恐龙马戏团这档演出。然后其实今年年纪也已经35岁了，然后呢年纪有点大，所以有点快跳不动了。所以我是团队中最后蛮会受伤的人。这一个要干嘛的？所以大家都还蛮贴心，照顾我的一些动作啊，都有 cover 我一些状况，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在这个团队里面。然后也谢谢孙总给我们这个机会，也谢谢老板韩炳龙，他是我的哥哥，很照顾我这样。过程下来很开心，可以参与从头到尾。我们是每天排练，日夜的把这一出戏全部都排完了。到第一场演出的时候，其实蛮感动的。所以希望恐龙马戏团这档演出可以持续的往后，不管是到台湾的各个角落，或者说能出国演出，那是更好，好不好？所以请多多支持梅中原大宝，因为我也特别爱钱啊！谢谢大家，谢谢。有嗨大家，这里是恐龙马戏团。那这一次我扮演的是小可爱星星，这是从零到有，第一次与现场的大哥哥姐姐们一起接触，老蒋感触很多，因为这个过程很多东西都没有接触，要接触特技等等，包含导演们叫我学会去当底座去撑，我们说像金字塔那个动作，一开始真的是真的很辛苦，第一天练完。整个左手大发炎啊，微血管全部破裂，对，所以说是真的辛苦。那真的很谢谢导演们辛苦一路走过来，以及异想剧团的所有大家，包含孙总，包含为了您与园区小朋友的健康，还有一个剧团要成立，非常的不容易。你们知道最辛苦是什么吗？除了演员以外，我们需要好的编剧，所以说我们的编剧非常的重要。搏斗兄弟。各位多多支持。Hello， 大家好，我叫黄小犬，然后我今年28岁，国中我就开始学篮球了，开始学转球，所以我大概练了现在10多年了。这一次参加恐龙马戏团，我觉得开心，终于有机会露脸，因为之前我都在恐龙里面，所以都看不到我。但这一次我终于有得秀了。剧场来说呢，我觉得他们就是来看你表演的，就是坐在这等你的演出。一定要表演好，他们快乐我们就快乐。我觉得这个打响非常的熟悉，虽然说我不是最多的，但是好不好，大家认一下我的 IG 在这，欢迎搜寻哦。要美颜哦，素颜不能放，烦死了。我是叶乔，然后在这次儿童新人扮演的是迅猛龙馒头，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就是除了跳舞以外的活动，很谢谢这边的导演、制作团队跟所有演员，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在场内是有很多的东西都不太熟，看来我们是小弟弟的方都很暖心的在照顾我们。你是小弟弟吗？我是啊，我17岁。哦，不是那个小。他们都是很认真的在教导我们，所以其实在这剧场里面学到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多，就超过能在学校学到的所有东西。虽然这个工作很辛苦，但是总是能看到是那些小朋友的欢乐，就会觉得就是这一切的辛苦都值得，所以很谢谢大家的这次的机会。嗨，我叫肖宝文，我来儿童新乐园是演阿波，迅猛阿波。这几天在这里上班就是很快乐，学到蛮多的，像恐龙啊，就是从跌倒怎么撑起来这样学。觉得演恐龙辛不辛苦？辛苦，要费很多力，跌倒的时候，然后栗子姐姐跟我自己要撑起来，自己身体撑起来，就重心比较不好抓嘛。对，那你也是练表演的，未来要做什么表演？未来不一定，现在想法是走一步算一步。有没有什么心得？要多学习，还没有到那么好。好，谢谢大家。好，我是孙伟月，在这次恐龙马戏团里面扮演的是驯兽师团长，大家可以叫我小月哥哥。我学表演今年刚好是10年了，今年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在龙年的时候可以接到恐龙马戏团，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今年不管什么案子，不知道为什么都跟恐龙有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在家里买了一个恐龙的床单，每天躺在恐龙身边。因为我自己小时候也就很喜欢恐龙，从来没有想过有机会可以成为他们的驯兽师啊，就算我知道那些是草偶，但其实排练的过程之中，我都会觉得我就像小时候的梦想中的那个侏罗纪世界里面的那个角色一样，我就是变成那样了。虽然现在是已经是第60场了，
但是对我来说，每一场都跟第一场一样，非常的紧张，每一场也都跟最后一场一样，我都会把它演到最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来支持恐龙马戏团，谢谢孙总给我这次机会，也谢谢异翔剧团，谢谢我的搏斗兄弟的大哥们，我永远爱你哦。还有谢谢大家在我2月1号的时候帮我办生日，我觉得超棒的。祝你生日快乐，在座的各位跟所有的演员、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身体健康赚大钱啊。就那天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多人帮我庆生，然后市场每一场都有，我觉得很感动。所以其实你没什么朋友了，你们就是要把一些感动的气氛给破坏掉。Hello， 大家好，我叫郑敦晴，那我在恐龙马戏团饰演的是团长的助理栗子姐姐。那我在学习表演这件事情呢，其实从国小四五年级就开始学习韵律体操，然后还有学习舞蹈、唱歌之类等等的。那这一次在恐龙马戏团，我觉得学习非常多，因为以前呢都是一个人单独主持，但这一次是担任助理主持的位置，在导演他们的带领下呢，学习了怎么样在一个助理的角色去发挥自己的所长，所以觉得很棒。这次的活动编排呢，让我们可以很及时的收到观众的回馈，所以其实每一天都非常充实而非常开心，欢迎大家来看。大家好，我是 DJ 音乐老师，我叫庄正涵，我今年可能37或38吧，我不太确定。 What？其实我原本只不过是要放放音乐，然后顺整个流程音效啊之类的，殊不知呢就是把我放在的台上，然后也拍了这个照片，我就想说哇还要打赏好像有点不太行，如果我只是在那边放音乐的话就所以你鼓也拿出来，我直接把鼓全部把它加上把它搬出来，然后开始配乐，哇你们在演什么就打着，为了争取一点点曝光的机会。但是你不觉得整个剧场就跟着你的鼓声会比较生动？还不错。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可以看看我在台上怎么让各位演员们制造更多的效果出来。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星辰，这一次在恐龙马戏团里面担任的是爆炸头哥哥，还有暴龙玛丽。很高兴这一次呢，导演他有特别安排我在前面的表演的时候有出来，可以展现我自己的脸。因为以往的时候我其实都是在暴龙里面，那担任超偶师这个角色，就是比较可惜，就是没有办法让大家知道我是谁。但是没关系，相信大家在看我们的表演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这一次呢，像我们的暴龙比去年的暴龙重了大概10公斤左右。刚一天有几次？一天要四次。一天要四次。对，一天要四次。因为这个暴龙呢，它大概有50几公斤啊，然后要踩高跷，然后它手上还要操作电子器材，看不见前面，它是用 monitor， 好像汽车行车记录器这样，所以它很忙，扛着50公斤，踩着高跷，操作电子设备，看着行车记录器，所以我称呼大暴龙是一个特技表演。这两个扣拆掉以后，它就要开始用自己的力量扛住了，所以它在 stand by 准备，就至少要撑10分钟。出去演出再撑10分钟。虽然它变重了，但是我们这一次的戏其实有更丰富，所以其实在跟观众互动的过程中，除了让观众害怕之外，也有很多是让观众会觉得暴龙玛丽是很可爱的。光头哥哥在这边，谢谢大家可以多支持我们的恐龙马戏团。好哟，大家好，我是郑玉祥。那我负责的工作岗位呢，就是在外面巡回的迅猛龙。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剧场，其实蛮好玩的，就是认识了这些大家。最一开始我是发现大家都有不同的专长，这个很酷，超酷，他们都很值得我学习。那我自己也是跳舞的，我就想说会不会哪天我也可以进剧场，然后用我的舞蹈来带给大家欢乐。这样，这次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一直以为只有演员是最累的，但是其实我发现各种机动组的场外的人，大家都是非常努力在工作的。因为你看，假如我在里面，但是我没有露头，但是我会在外面这边一直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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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我快发疯。所以希望以后你也可以上人气英雄榜，好不好？好，好，加油！嗨，大家好，我是洪普，我在里面饰演肯尼。我从事这表演工作有20年了，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这个恐龙马戏团的一个制作。那我以前到现在都没有超过这样的经验，那我觉得这个经验是非常难得的。那这个英雄榜呢，在这边要我们一起互相的激励彼此，我们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在这个平台里面有一个好的环境，让我们一起
在这里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跟观众他们一起同乐。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恭喜发财，看龙发大财。而目前英雄榜暂居第一名的是这位少年。大家好，我是阿扁，我本名叫曹哲，自己是练了10年的特技，从小五就开始练到现在，我现在大二。阿扁、梅中原、宋宏普、孙伟月、黄新辰，五位皆出自台湾最顶的戏曲人才养成学府——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以培育传统艺术人才、弘扬传统戏曲文化为宗旨，具专业性和独特性，不易取代，且具国家文化特色。在演出的过程啊，其实一天四场真的很累很辛苦，然后包括演出前的排练也是很辛苦，真的很累，但是在演出的当下看到小朋友们开心的样子，就会觉得好像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表演的话，欢迎来我们的人气榜投我一票。你有没有想到你会第一名？没有，就是没有，很开心啊，就是很谢谢大家这么喜欢我，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没有你啦，十一个演员也没有你啦，说好做编导，我们就是幕后，我们是幕后的英雄，然后上了台都是这些艺人朋友。我自己觉得很感动的是，因为你们可能都知道，就我前两年生病嘛，那我其实在这个行业有一点觉得很辛苦，因为用尽了很多的力气，然后花了很多心思，但是我一直给不出大家一个很好的未来，有一餐没一餐找不到舞台的这种感觉。那这一次其实因为孙总也来了，然后我也看到你们很认真，就会觉得当仁不让，不能再做这种放松掉我自己，对啊，所以机会来了我们就要把握住啊，这一次可以把这个 IP从零到有，而且说实在的，你们有跟过我第一次的恐龙，对不对？他们就知道了，这次是我第五次的改版哦。我这两年之中做恐龙这个秀，我改版了五次，我每改版一次，是不是就要花一次钱，就要重新组织一次？而且秉龙进步非常多，接下来我觉得异想台湾会越来越棒，就是因为你们的演出让我感动，因为60几场呢，如果有一点疲态很正常。但是我发觉你们的热情跟感染力感受到全场，我看到的是三代同堂的，连爷爷都笑得很开心。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演出最大的精髓，我觉得我们做到了，所以我这一集才说我要做幕后英雄。但是我不知道他拍的怎么样，我对他是没有多大的把握，我对他是没有发真实的拍摄，真的哈，真实。我们还在休息，开门这样子，不用理我，不用理我，不用理我。看他们休息干嘛？很累，他们很累的样子。一二三，救！恐龙马戏团得第一。决战10天，赶紧买票来看吧。这是谁啊？哎呦你躺在这里，偷偷带家人来，居然还碰到你们，在这表示孙总也在这吧？没错。什么这个英文不要这位先生你翅膀硬了、哦、因为今天呢难得我跟我弟都放假，然后就带我小侄子来看超好看的恐龙马戏团，你们要来看，我超期待的。想不想看恐龙？想，对不对？他要回答。要回答。刚好本土剧一哥男主角Gino，掌声鼓励。大家好，我是Gino。那很荣幸在现场跟大家一起观看这么精彩的恐龙马戏团。那其实这个戏码
我本身已经看过，但觉得还是很棒，所以带我的侄子还有我家人一起来看《恐龙马戏团》呢。从1月20号到2月18号都还会在我们同心乐园这边不断的举办，想再回来看的，想带朋友来看的，都欢迎你们，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欢迎。不要不要，哎、欸，先不要，先不要。谢谢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大家。一辈子没有在台上跳过，只有潘若迪敢。是的，是只有 我又不得不上。对，他不得不上，因为他今天是义务帮忙，也没彩排，也没跟他讲。对，一毛钱没收，好不好？不要讲钱，不要讲本人。好了，这个新的一年祝大家都平安健康开心了，龙心大悦，每天笑到合不拢嘴。嗯，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台湾自创 IP 恐龙马戏团，来自恐龙马戏团，家庭如潮，口碑不断，连韩流都闪，大小都爱，何地光临，活生生的恐龙就在你身边，马戏团精湛演出不要错过，在1月20号到2月18就结束了，等着你来哦，决战10天，赶紧买票来看吧。垦丁一号拍浪魔幻秀，银金龙过好年，春节特映版，最强幻术吴冠达，神秘惊喜彩蛋。2月6号至2月15，年代售票系统。特别感谢小明星大跟班小姐不惜地11点热炒店主持人和所有工作人员的协助，全国媒体的支持和鼓励。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朋友和默默支持我们的观众，我和异想台湾团队一定更努力推动台湾自己的 IP， 帮助更多爱表演的朋友们，也答谢大家对我们的爱护。